永生面店已经经营了多少年？应该是68年了。你从几岁开始帮忙做面？8、9岁开始。这间店的特点是什么？就是以传统性的配合机器。为什么不要全面机械化？机械化失去口感，不敢爆色。未来的接班人？接班人到我之后了。